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解》第一面倒数第二行。我们从而其中之无量寿经者，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净宗大德常称为净土第一经者也。这一句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啊，这是老居士无尽的慈悲，真实的智慧。在一开端呢，这第一个小段就把这一部稀有的经典介绍给我们啊，我们有幸在这一生当中能听到，能读到，能依教奉行，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法，像彭吉清所说的，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这一天太难得了，说一日好啊，我们能把这一天抓紧了，这一天不但是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给诸位说，永远脱离十法界了。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不了十法界啊，那脱离十法界还相当难度啊！啊，这个法门得到之后啊，就脱离十法界了啊。这里说是净土群经之首要啊，我的看法不仅是净土，是一大藏经群经的首要。诸位都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般若部的首要，不长啊，260个字啊。那佛说《大般若经》讲了22年了，22年讲的什么呢？就是心经，展开来就是600卷《大般若》，归纳起来就这260个字。不增不减呐！啊，可是我们净土中也有心经啊。那心经是什么呢？净土五经里面最后的，这是印光大师把它念出来，放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就成了净土五经了。这一个举止，我看到了无比的惊讶啊，实实在在了不起。那就是《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
这一章经文多少呢？比《般若心经》还少，144个字，《般若心经》160个字，144个字。啊，它是净宗的心经。啊，那么净宗是一大藏教的首要。那换一句话说，这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就可以圆摄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无量法门。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圆通章上告诉我们了，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成功了，就圆满了。啊，这佛法不可思议之处，我们这生能遇到，啊，无比的庆幸。要抓住啊，如果不抓住太可惜了啊，你在六道轮回的时候哪一天你才能遇到这东西我们再往下看，至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者，乃先是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唐、宋五种缘起。广集精要，原始众妙，汇成精经，现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这桩事情不容易，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这下联句啊，他生长在佛法家庭，他的舅舅啊是没关系居士，在那个时代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南美北下啊，这是这个在家学佛的啊，南方啊第一个人没关系，北方第一个人呢下联句南美北下啊，这两位大德啊，他们两个是多少年的同事，同参道友，啊，关系非常密切，啊，黄念祖这个外孙就送到夏老那里去，啊，跟夏老学佛，跟了20多年，啊，是夏老的传人，啊，传法的弟子，我们佛门说。法子那么这部经呢就是下联句老居士汇集的啊，依据现在大藏经里面收藏着五种原译本啊，汉、魏、吴、唐、宋，这是朝代啊，这个魏就是三国时代的曹魏啊，吴也是三国啊，这是三国时代啊，魏吴都是三国时代啊，唐宋啊，一共是五种译本啊，这个翻译后面会说到。五种
原本在现在印刷术发达，不难找到。不要说是古时候了，我学佛那个时代，60年前啊，60年前这个印刷还是用签字拍板，啊，算是很进步了，啊，比不上现在这个照相啊，啊，这个太方便了，在那个时候，书籍也相当不容易找到，这5种本子很难找到的，啊，最常见的。就是无义的康僧铠啊，无量寿经呢，只有这一种本子在外面流通，可以看得到啊，其他的4种本子都很少流通啊，我们很难看到5种原译本，除非到大藏经里面去找。啊，没有单行本流通啊。那么根据古大德了，他们告诉我们，这5种经本里面呢，出入很大。啊，有些这个经上说到了，那一种译本上没有，所以古大德了，根据这个事实真相。判断应当是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啊，才会有这种情形。如果是一次宣讲，翻译的人再多，总是大同小异，不会有很大出入啊。这个推断非常合乎逻辑，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啊，多次宣讲，那就是显示出这个法门的重要。真的，特别是末法时期，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能得度，可以说就是这个法门。啊，我们可以说从黄念祖以后，黄老师念佛往生的啊，他在病重的时候托朋友告诉我啊，他每一天念佛14万声。啊，念佛走的，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没有修密法，他念佛走的。啊，夏莲居老居士也是闲密圆融，最后往生也是念佛走的。这都做给我们看的。啊，这后面是这两句8个字，简单介绍这个汇集本的优点。啊，广结精要啊，5种原译本里面的精华，最重要的开始。全都在这个汇集本里头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汇集本是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夏老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啊，圆是重要，圆是圆满啊，5种原译本里面最精妙的
理事都会在这部经里头。所以现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谁推的？啊，下莲居老居士很谦虚，当然自己不好意思说。啊，确确实实，比过去三种会议本好。这三种会议本都有瑕疵，啊，在这个地方挑不出毛病了。啊，这个难得了。第一个推崇的慧明老法师啊，下莲居皈依师啊，这是出家人啊，也是通宗同教显密圆融的一位老法师啊。居士里面第一个推崇的没关系啊，没大事，所以这个本子传到台湾，也是一个老居士从山东到台湾带了这个本子。这本子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啊，这诸位都看到了，现在印的本子都附在后面啊。我们李老师一看，哎呀，这是他老师写的，他老师介绍的啊，无比的欢喜那个时候李老师才六十多岁啊，大概六十五岁左右的样子，看到这个本子在台中就讲了一遍啊。这本子刚刚汇集出来才流通出来，印的数量不多，大概只印了3000本啊，分量不多啊。看到之后啊，当然没有人给他做注解啊，以后只听说慈州法师啊，是个学律宗的长老，这都是民国初年的一些佛门的大德，在山东用这个本子讲过一次，还做过科判。这一份科判，黄老居士用影印本送了一本给我啊，我根据他这个科判再做一个很详细的课文，我有个课会，那么这是受到这么多人推崇，啊，李老师讲这部经自己用眉注，啊，他的东西我能看得懂，啊，他把段落勾出来了，每个段落的大意，那就是课题啊，都标示出来了啊。所以我最早在美国讲这部经是依李老师的眉注，好像讲过2遍说3遍，然后才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把他这个注解送给我啊，送给我，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是油印的本子啊，纸张印刷啊，里面的字都模模糊糊的啊，那样的一个本子啊。我那时候黄老回到北京，我就托人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本子有没有版权？如果有版权呢，那我们得尊重它；要没有版权呢，
我就准备在台湾把它印成书啊，正式流通。啊，他回复我的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要我给他题字。啊，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印了一万册。啊，这个本子在海外就流通。净宗学会是夏老提出来的啊，佛法要在现代这个社会弘扬，必须要正名，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啊。你看过去啊，在古时候佛家道场都叫寺院庵堂，用这个名称。那现在人看到这个名字就认为它是宗教，它是迷信啊。所以夏老提出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很有道理。我听了之后欢喜，非常赞成啊。他说我们大众在一起修行的道场应该称学会啊，净土宗净宗学会啊，华严宗称华严学会啊，天台学会用学会啊，教学的机构呢用学院，这个好啊，你一看这是个教育机构啊，不至于跟迷信去挂钩，这个提议非常好。可是提出来之后啊，在国内呢从来没有设立过，没有正式成立过啊，所以念公就嘱咐我在海外成立啊，你在各地方啊，这个讲经弘法，希望各地都能够成立净宗学会。这部门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成立的，加拿大净宗学会啊，现在还有。第二个学会是美国净宗学会，在圣何西加州啊，在圣何西桑尼维尔成立的啊，现在还在啊。这个杨一华居士主持啊，以后我在美国给加拿大总共成立30多个会啊，可能现在还有存在的，也有点就没有了啊。应该现在的每家10几个会，我想是有的啊。那么成立最多的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家不大，现在恐怕有100多个净宗学会。啊，将近有200个，啊，这是最多的，啊，那么其他到欧洲啊，欧洲我晓得有一些主要的国家几乎都有，啊，像英国、法国、德国，啊，西班牙都有，啊，在这个澳洲好像有10几个，啊。那净宗学会呢，它的性质实际上跟从前联社没有两样，只是招牌换了个名字啊。这个学会没有组织，没有统辖啊，所以他们的人事啊，这个经济行政完全独立啊。那凡是净宗学会，我们都是同道同门的友谊啊，是个友谊的关系。大型的活动啊，邀请的时候我们都会支持啊，互相支持，互助合作啊，不像啊这个一般的教会，他好像他有总会分会，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哪个会是总会，哪个会是分，没有啊，每一个会都是一样大，
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啊，世尊当年在世，49年教学，释迦牟尼佛没有搞组织。啊，甚至就是一个学校吧，他们也没有分班级。啊，这种精神好，这真正叫清净平等觉，我们应该把它永远保持下来，发扬光大。啊，与性德完全相应。啊，这是附带说的是，这些老人呢，对我们后世的垂爱啊，教导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怎么做法啊。印光大师讲得更好啊，印祖说在末法时期啊，也真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道场不要太大啊，同学不要太多。他给我们讲，同学最好不要超过20人。真的，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好。开销小啊，两三个有力量的护法就能够照顾到。啊，修行人。首先的条件是深谙这道路，你要身心安稳，那么你一切都要简化，要简单啊，不求人。不怕苦，这是佛教给我们两个条件。释迦牟尼佛临走的时候，啊，告诉王后的弟子，第一个要持戒，以戒为师；第二个以苦为师。啊，你不能吃苦，不能持戒，那你什么都得不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两句话的开始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有没有做到？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啊，清末民初的人都能做到，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做到？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啊。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我们佛门的佛友啊，在家十三夜做不到，出家沙弥也做不到，我们感到很遗憾。我们追问为什么？追到最后，把根源找到了，叫。啊，清末民初那个时候，啊，民国20年以前，传统文化虽然衰了，讲的人少了，还是有人讲，还是有人在做，还有根呢。啊，也就是说，家教还没有完全断绝。啊，中国的家教，私塾的教育。啊，我们家乡
是一个古文化的发祥地，啊，中国的桐城派，那就在我们家乡这个地区，啊，明清两代了，出了很多人才，啊，农村里面，村庄里头，小孩都念书，啊，几乎没有说不念书的小孩。啊，学校在祠堂里面，他有这个底子，所以他从小学到了规矩，啊，读了一些古书，有根呐，有儒的根，有道的根，道就是太上感应篇，道家最普遍的道场就是城隍庙，啊，城隍庙是道教的道场，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十王殿，啊，十殿阎王啊，叫什么？叫因果。农村里面的妇女一年到城隍庙烧香总得有个四五次，啊，我小时候跟着我母亲，那时候很小啊，五六岁啊，上城隍庙烧香，啊，父母就是机会教育，啊，告诉我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不能够犯罪，犯罪你看那个刑法啊，刀山油顶啊，妄语跋涉，这个印象很深啊，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那长大了起心动念会想到城隍庙，你有的事情不敢做了。那中国古人所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了，从小养成这种教育产生很大的效果，啊，遇到事情你想想这个事情该不该做，后头还有什么样因果，又害怕了啊，所以学佛，那三规五戒十善很容易接受，很容易做到了。那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呢？就是传统这个基础的教育，啊，扎根的教育丢掉了，啊。这是我们跟日本人八年抗战抗掉的，我觉得这是无比的一个损失啊！到以后我们渐渐接触到佛法了，就又回到传统文化里面来了啊！儒释道三家关系非常密切啊，永远没有办法分开的啊！接触到之后明白了啊，真好啊，在世界全世界找不到啊，你学了之后你才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真正爱这个民族啊，全世界再找不到啊，外国人比我们好的地方啊，孙中山先生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只有科学技术机器，他发明那些机器比我们强，除这两样之外哪一样都赶不上我们中国
我们听的这些话了，完全肯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走了许多国家，啊，给这些外国人交往，知己知彼。啊，他的优点我们晓得，他的缺点我们也晓得。我们中国人的优点他知道，啊，这个缺点他知道，优点他不知道啊。啊，除了少数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他们懂得。啊，他懂得，没有不佩服。这人性呢、啊？啊，他佩服啊！啊，像汤恩比这一类的学者，啊，明明白白的就能说得出来，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英国人讲的，哎，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参加十几次的这个国际联合国主导的和平会议啊，现在这个国际社会麻烦大了。啊，几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怎么办？啊，所以我在剑桥讲演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们：“这是你们英国人说的？啊，儒家东西，大乘佛法真能解决问题吗？”同学们对着我笑，没有一个说话的。我又问：“难道汤恩比博士说错了吗？”也没人说话。啊，最后我说我的看法，我说汤恩比的话没说错，大概是我们把它解读错了。啊，为什么呢？我讲话的对象都是汉学系的学生，都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得很认真，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很多学生《论语》能够背，我《论语》还背不出来，还不如他。啊，他们拿到儒家经典写博士论文。拿到佛经写博士论文，其中有一个告诉我，啊，他写博士论文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有9个版本，你用哪个版本？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跟我们学的是一个文字。啊，我说我们今天提到孔孟，你马上会想到。45经13经，你想到这些，我想到讲到大乘佛学，你一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这大乘经典，啊，这都是你们很熟悉的，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吗？没人敢讲吧？我就告诉他，啊，这是一个误会，啊，提到。这中国文传统文化，你们都想到代表性的典籍，这是没错。啊，45经13经是儒家代表，华严、法华、般若、法相，这是大乘佛法的代表，没错。但是这花果啊，都没呀。
啊，多好看呐、啊！华国从哪来的？这树枝条上长的，这树枝条从哪来？枝条得有根本呐、啊，那根本是什么？佛法的根本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经不长，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十善业道好比是大地，啊，树木花卉都是从地上生的。那、啊、这是我根找到啊。啊，佛用这个做比喻，人天法，声闻菩提、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从这个大地生的，有的根找到。那孔孟那个根是什么？孔孟根就是《弟子规》啊，道的根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三样东西。没有人想到啊，这个东西啊，能生四书五经十三经，能生一切大乘法，都从这儿生的。你把这个东西找到了，从这儿学起，下功夫，这就行了，真有救啊！就今天的社会，就这三个根就管用。啊，今天我们想到灾难很多啊，佛在经论里面教给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场啊，真的道场不是假的，真道场什么叫六合敬呢、啊、那你看我们在受持三规的时候，皈依僧重中尊啊，要去念这个诗词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僧是僧团，是一个团体。什么样的团体叫僧团呢？啊，僧团不一定是出家人，所以这一点大家学佛一定搞清楚。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都修六合敬，就叫僧团，它叫合合众，啊，众是四个人以上，啊，我们中国三个人称众，佛法里称四个人叫一众，啊，这四个人，如果你是家庭，你家庭有四个人，家庭里面修六合敬，你这个家庭就是僧团。啊，这个僧团产生什么效果呢？设方诸佛护念，一切龙天善神拥护。你有这个团体建在了这个地方，没有灾难。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僧不是指出家人。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出家在家都一样，四个同修在一起修行。啊，那什么叫六合敬？我们这外面也挂着的，啊，十楼挂着，你们去进去，你们就看到了。见合同解，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增，意合同悦。利合同君，这六条啊，这六条要怎么样具体才落实？给诸位说，落实三个根就落实了。如果我们这个小团体里头，弟子规落实了，感应篇落实了，十善业落实了，这就是合合僧团。这个小团体啊，人数是四个人以上，啊，都是没有数量限制的，
在这一个道场修行，这个道场就是十方诸佛护念，一切龙天善神保佑。这样道场有没有了？我学佛59年了，没看见一个，不但没看见，听也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两个出家人住在一起，天天都吵架。悲哀啊。现在灾难这么多，出现一个人僧团。香港有这么一个僧团出现，香港这个地区灾难就没有了。你们肯不肯发心？我们来提议，真正发心的来报名，来签字。先要好好想想，得真干。不真干，不要开玩笑，开玩笑罪过很重。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从自己做起，从本身做起，从我们这个小道场做起，对别人的道场尊重，决定不批评，决定不干涉，决定不说别人是非，一切从自己做起，从我们小道场做起，看看我们小道场人有没有签名的，有没有发心真干的，灾难这么多，怎么要救台湾的，救这个香港地区，香港没有灾难的，我就相信中国沿海就没有灾难，像外面从日本、韩国到台湾、菲律宾，下面到越南，这个地区都不会有灾难。你说这功德多大？全在自己肯不肯发心呐，肯不肯真干呐？下莲居老居士一生常常讲这两个字，真干。真正把三个根落实了，我们皈依无量寿经，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靠无量寿经上讲的道理，依照无量寿经讲的方法认真修行，没有一个不生净土。生净土就是一生成佛，那换句话说，你这一生就成佛了，你功德就圆满了。可是你要记住，真正想圆满，那三个根很重要啊。三个根好像没有，听说也往生了，有人告诉我，有没有这个情形？有。但是他那三个根不明显，有没有？他肯定有，他要没有他怎么能往生？哪有这个道理？是个老太婆念佛往生了，一生也没学过佛，也没学过道，也没学过儒，他什么都不懂。你拿《弟子规》这个标准，你去看看他又犯哪一条？你一认真一检查，他哪一条都没犯，他没学过，十善业没学过，这个人真的是个善人，他具足了。所以你细心去观察，你才能发现呢。那往生的人念佛往生，不管他有学没有学，认字不认识字，他都是很有德行的人，
都真正是个善人，他才能往生。啊，心行不善，啊，心机很多，这种人很难往生。啊，为什么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那个地方，你还动心机，那怎么可以呢？啊，你的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啊，住上善人个个都知道啊。啊，真的吗？真的，《还原观》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啊，一切众生。心里头才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周遍法界，他就速度太快啊，他成心，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啊，无论什么念头，只要念头一起，三种周遍。第一个是这个信息周遍法界啊，第二个出生无尽，第三个含容空有，一念之间就三种周边啊，这个周边的范围你无法想象。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形容的非常好，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两句话很多人听得很耳熟，也都能讲，实际上它的意义很难说得清楚啊，其大外没边际啊，其小无内难懂啊。啊，华严经上讲得好啊，怎么叫无内呢？啊，一粒微尘里头有世界啊，什么样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那微尘里面呢有这个世界，世界并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啊，一样的没有大小。微尘里面那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啊，叫其小无内啊，你去追求找到的地方找不到，不思议的境界啊！佛不打妄语啊，为什么？你见性你就见到了，你就明白了，你没有见性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不是思维能够达到的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不能够思去想它，你也没有办法去议论它啊，称心的哪样能够称心的，样样都称心啊，只是我们迷而不觉啊。那么这里讲的善本啊，善本的标准就是这个本子里头没有错字啊，这是书上最怕的是错字，这个本子里头没有错字，那就是善本。义理没有欠缺啊，体系完整的啊，方法精细啊，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行，你能得真实利益啊，真实利益里头最重要的，你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放下了妄想分别之处
你就契入境界了。这叫究竟了义。啊，契入境界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正果了，成佛了，就这个意思。我们再往下面看，无量寿经乃净宗之总纲，纲是纲领，总纲领啊，所以它称为净宗第一经。净宗的经不多啊，所有的宗派只有净土宗的经典最少，它只有三部经一部论啊，这早年的啊，三部经第一个是无量寿经，第二个是观无量寿佛经，叫十六观经，第三个是阿弥陀经啊，分量都很少啊。那一论呢，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叫三经一论啊，那个一论是天亲菩萨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他的心得报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的。啊，那现在呢？现在是五经一论，这五经从哪来的呢？啊，三经是佛说的，啊，五经是咸丰年间，啊，清朝，咸丰的妃子，慈禧太后，大家都知道。讲咸丰知道的人不多，讲慈禧太后很多人都知道，慈禧太后的丈夫啊，咸丰年间有一个居士魏默生，这个后头都有介绍啊，魏默生啊，这个老居士也很了不起，他把华严经最后的一篇一卷，不是一篇，最后一卷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这一卷华严经最后这一卷啊，是一品里头的一章，他把这个抽出来附在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啊。所以诸位要是在以后看到佛门净土四经，你就晓得啊，那是魏默生加了一个，加得好啊。为什么加得好呢？在我们华严经上，特别是夏老的汇集本，我们看到第二篇德尊普贤第二，那就是那一章嘛啊，所以确确实实啊，华严最后是归净土，归无量寿啊。所以他那一瓶付出来太好了啊，这净土四经呢，那五经呢是印光大师，这近代的啊，印光大师去我们不远，他民国二十多年才往生的。啊，抗战期间往生的啊，他老人家把《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章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小段经文，把它放在净土四经后面，变成净土五经。这个做法不可思议啊！啊，还净土还需不需要其他经呢？不需要了，到这就圆满了。啊，为什么呢？那244个字，我跟诸位说的是，那是净土宗的心经。
是一大藏教的心经，也就是善导大师他老人家常常讲的，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印光大师这个做法了，让我们对这个善导大师说的这句话了完全明白了。一切诸佛应化在设法界，在一切诸佛刹土的设法界普度众生。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这是了不起的法门呐！极简单，容易，稳当，什么人都能修。个个都能成就，这善导大师讲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那为什么修净土的人这么多，往生的人那么少？跟善导大师的话有没有矛盾？给诸位说没有。那什么原因呢？你不是如理如法的修行。过在你，不在法门，不在经典。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真的万修万人去，一个不漏。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善根是什么？福德是什么？因缘是什么？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的人生是因缘，遇佛法是因缘，遇大乘是因缘，遇华严遇净土，这是了不起的因缘，因缘具足了。那问题是哪呢？善根福德，善根是什么？信解，你是不是真信？你对这个里边还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有怀疑，你的善根有问题。你对净宗这个道理明不明了？没有透彻明了，明了是帮助你信。你所以有怀疑，你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那你信解有了。信解是善根，福德什么？真干了，真干的人有福德了。你不是真干，你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还有留念，那就完了。那你就很难成就了。所以经没毛病，理论方法都没毛病，毛病出在自己烦恼习气。这个东西要放下。你就决定在这一生呢取得净土。下面你看念老引用彭绍生，就是彭吉卿啊。我国清代彭绍生居士赞曰：无量寿经者，如来称心之圆教啊，众生本具之化矣。这几句话非常重要无量寿经如来是十方明心见性的人。诸佛如来
称心之谈，字字句句都是从自心流露出来的。字字句句都是圆满的，称它叫圆教啊。一切诸佛如来的自性，跟一切众生的自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所以佛在大乘教里面讲到自性，常常用海做比喻，性海。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众生呢，就像海里面起的一个水泡一样，水泡从哪里？从海起的。啊，水泡跟水泡，如果水泡没有破裂，好像互相对立的，啊，这是一个，那是一个，水泡破了之后全是大海。啊，那聪明的人不必等它破，全是海水，每一个海泡、水泡都是海水，海水就是自性，所以。经教里佛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啊，一个心，一个智慧，说列无为也然，没有一样不相同啊。啊，我说你离不开此心吗？啊，这一句话说的，把诸法实相啊。一语道破，我们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一体，一个自性呢？你是关系多亲密？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迷悟不同，悟了知道，啊，我们是一体，比一家人还亲呢，一体。迷了的时候才分自分他，才有分别，才有执着。才造业啊，才找了一些冤枉的这个果报啊，这六道轮回是冤枉啊，梦中境界都不是真的。真正参透了，那个梦也没有离开自性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都不离自性，都是自性现的。啊，所以他说，众生本具之化矣。啊，矣就是今天讲的方式、形式。啊，我们今天来这个教导学生，用什么样的形式？那现在我们讲对小孩，啊，这个幼童，我们办幼稚园。啊，办幼儿园，办小学，啊，随着他的年龄，在办中学、办大学，这就好像是这个方式，啊，这叫化义。啊，除化义之外的时候，就化法，法是教学的方法。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对不同的根性，在用什么方法来教他？啊，所以。佛家讲化义化法啊，释迦牟尼佛49年跟教这些学生在化义方面，你看看他首先开悟之后，他讲阿含12年，阿含就像佛教的小学啊，讲什么呢？讲人天法，讲你怎么样做人。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就阿含经里面这些，这个教学东西很多。啊，在这个里头，啊，到大乘的时候，逐渐逐渐跟你讨论宇宙人生。我们今天讲的哲学、科学，啊，
都讲到究竟圆满了。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真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实在不容易啊，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少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都没有达到答案，没找到答案。啊，都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唯独大乘佛法里头讲清楚、讲明白了，没有疑惑了。啊，所以我当年学哲学，方先生把这个佛经哲学讲给我听。啊，他告诉我，啊，这他的看法，这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这他的原话，他这么给我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把我引进佛门呐，啊，还特别告诉我这句话很重要，要不然我会迷惑，我会有怀疑。啊，我要看看那学佛人他怎么学的，是不是真像方先生所说的？啊，所以方先生这句话重要。佛经哲学在经典，不在寺庙。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哦，为什么不在寺庙了？寺庙人不修了。从前寺庙古大的那真的是了不起。啊，为什么他真修？啊，但现在寺庙人出家人不修了。啊。搞宗教了，啊，出家干什么？出家去跟鬼神打交道了，啊，搞超度、佛寺、法会，搞这个了，啊，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搞的？要，应该怎么搞呢？到鬼道里头就搞。这人道里头叫人呢，那鬼道里有没有？佛菩萨在鬼道，你看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你看放堰口，堰口对面的教面大师，那是谁呀？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现鬼身度鬼道，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现身在人间，那就是叫人的呀。啊，怎么能用个人身就叫鬼呢？哪这种道理呢？还用鬼身也不能叫人呢。啊，所以这是这个佛菩萨的应化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叫他什么东西，就叫他什么东西。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决定，是他的感，佛的应，自自然然感应道教啊，就跟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一样。啊，我们用善心去感，你看回应最美的结晶，我们用恶念去感，他回应的就很难看的图案给你。啊，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众生起什么念头，得感得他什么感应。啊，诸佛菩萨应化在现前，他绝对没有什么想法念法，他有想法念法，他是凡夫。凡夫才有想法，才有念法。啊，化身菩萨见性的人绝对没有。为什么呢？见性，头一个条件就要把起心动念断掉。你看看，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看法？没有了。啊，那叫清净平等觉。啊，所以众生是有心去感，佛无心来应。
啊，叫称信啊，自信的，他自然会有应的。就化一化法了，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这一般讲呢，我们在学习当中也常说啊，化恶为善，这是我们现在帮助别人头一步，叫他帮助他改过啊。这个化是变化气质，是教学里面从果上讲的啊，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让他变化气质啊。具体来说，把恶的念头、恶的言行变化成善念、善行，这我们教学成功了啊。这是第一步啊。更进一步的是啊，化迷为悟，这才真正是佛法啊。化恶为善呢，这世间法啊。化迷为悟啊，这才能出世间，你真正觉悟，最后化凡成圣啊。一步一步的向上去提升呢。黄老居士这份的资料可以说很用心，非常丰富啊。他尽心尽力去收集，下面引用日本道隐法师啊赞叹无量寿经为如来心事之真说。这个心是心起，跟善导大师的话意思是相同的。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就是这个心啊，心起出现在世间为摄弥陀愿海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度众生 这个道隐我们一查这个资料，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因为日本净土宗是从善导大师那里传过去的，唐朝时候，日本许许多多的高僧在中国留学啊，那个时候善导大师在世，所以善导大师在日本很出名，在中国不出名，在日本很出名。日本有很多寺庙叫善导寺，你看到善导寺，那就是净土宗的啊。台北还有一个善导寺，是日本统治时代建立的啊，这净土宗道场啊。所以这一句话了，也许是学善导大师的啊，就是如来心是这正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说其他一切经，四十九年一切经呢，那都是旁边说的，这才是正宗。这个无量寿经是正宗，其他都是来帮助无量寿经的。那这意思就这个意思啊，这是正说啊啊。所以隋唐大德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梅光锡大师的序文里面看到的啊。都认为是，就是连法华华严都是引导我们归向净土
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所以魏默生把《华严经》最后一卷附在三经之后，称为净土四经，有道理啊，没有话说啊。这个举动，我们双手赞成啊！啊，华严归无量寿啊！那《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也是听文殊菩萨讲经啊，他听懂了，哎，他也是求生净土啊！啊，所以这是千经万论的，印光大师讲，处处之归也，所以。他是真说，这个说的是确实是有根据的啊。其特最甚之妙点啊，其特这是最甚是无比的殊胜啊，不使一切经能够相提并论。包括华严法华啊，虽然都是大乘，都是一乘经啊，哪有这个法门这么殊胜？一乘究竟之极说，这就说出它奇特在哪里，它最胜在哪里啊？它真的是一乘教。一生教是一生成佛讲到究竟圆满了啊，俗即快速，一般法门啊，宗派法门修学都要很长的时间，唯独这个法门不需要很长时间，其他法门里面讲修行要无量劫才能把烦恼习气淘汰尽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烦恼不尽，你怎么能还原啊？就妄尽才还原啊。华严经上讲的是妄想分别执着，用这个名词啊，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这些名词在佛学大辞典都可以能查得到的啊，淘汰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就证阿罗汉啊，超越六道了啊。六道之外就是四圣法界，六道是个界限，六道里面叫内凡，那凡夫啊，六道里以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以外他还是凡夫，他不是圣人。这凡圣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用真心你就圣人，用妄心是凡夫，妄心用阿赖耶识，要晓得四圣法界里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上面还有佛，全用阿赖耶，所以它叫外凡啊，四圣以外的凡夫、但是人家虽然用妄心呢，这个妄心用得很正，很像真心。那为什么用得很正很像真心呢？都是学佛吗？
学佛的把佛经上所讲的理论融归自己的心里面了，我阿赖耶里头变成阿赖耶的种子啊，这个行为的时候，这些戒条一条一条都做得清清楚楚的，他做得很好，是非常像佛啊。所以这个四圣法界叫相似己啊，很像啊，做得很像，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没转世成智啊，他没转得过来。这就是般若经上跟你讲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你看你把经教里面讲的都做到做得那么好，你还是凡夫啊。你可以出离六道，你出不了十法界啊。要想出十法界的时候，要把这种东西都放下啊。那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到佛法也是得出十法界，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你看这个经多了不起，这个经修行的方法，头一个，它这个经题上前半段是果报，后半段是修因。你前半段大乘，大乘是大乘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你看《华严经》不是？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就是大乘，德无量寿，相庄严。你看，这是果上啊，一切众生皆有啊。那我们怎样把它再找回来呢？清净平等觉，那是修德。啊，我们修行是什么？清净心。清净心是从戒律里头成就的，平等心是从禅定上成就的，那个觉是从菩提上成就的。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所以修清净平等觉，证大乘无量寿庄严。你就在经题上啊，所以中国外国这一些祖师大德所说的话没错，讲得真好啊。一尘究竟之技术，俗己圆融之经验，这个经在佛经里头用的很多，你要懂得它的意思。经是什么意思？经不变。你看在金属里面都会氧化，都会变色，唯独黄金不变，它的好处就在此地啊。所以佛法用金就是不变啊，金身永恒不坏啊，真身，取这个意思啊，并不是真的把它涂成金色，现在在寺院里佛像都把它涂成金色，表法的，啊，它真的是那个颜色吗？那颜色也并不好看吧，啊，所以要懂得它是表法的，啊，永恒不变诚心的，啊，那么这种身有没有呢？有。十报图就有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图，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图。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那个身相就永远不变。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胎生啊，不是从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的，它是化身啊。到那个地方莲花化身，画的身像什么样子？跟阿弥陀佛的样子差不多。那个地方是平等法，我们现在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画的特别大，菩萨画小一点，往生的又小一点，这个都不如法的，一样大，哪有这么大大小小的？啊，有大大小小的就不平等了。
一样大，啊，永恒不变，对，所以他是化身，啊，所以这些你这个经教都多了，你慢慢就明白了，啊，就知道这个这里面真正的含义啊，哎，为什么他不会变化？因为他没有念头。道理在此地，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你相信了。啊，变化从哪里来？变化呢，唯识所变，唯心所现。十报庄严图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者所变，他已经转识为知了，所以他就不变了。你没有念头，不会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就会变。不起心不动念，它怎么变的？这不会变的啊！所以永恒不变啊！西方极乐世界花草树木的花，永远不会凋谢的啊，永远不会变质的。道理是此地，那个地方的居民还不是境随心转吗？啊，那个地方的居民一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的。啊，所以明心见性是，就是妄想断了，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个个人都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明白了，你就承认了。哦，这事情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那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不变行不行呢？行，你不起心不动念就行，就是那个境界。他做不到，因为念头太微细了。啊，你看这个佛问弥勒菩萨，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还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啊，我们凡夫一个念头起来，啊，就心有所念。我们一个念头起来，这里这一个念头里头多少细念组成这个念头。那佛问的是几念几相几识。那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贪痴。那我们讲一念一贪痴，那我们谈得快，我谈大概是四次吧，一秒钟。啊，如果很快谈，应该可以谈到五次。啊，一秒钟能谈到五次，这里一弹指有32亿百千年。啊，百千是单位，啊，100个千十万呢，32亿乘十万，320兆。你看，一弹指里头320兆。那我们一秒钟谈四次，就1280兆；如果谈五次，1600兆。啊，这个念头太微细了，我们怎么能觉察？啊，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心界有识，就是阿赖耶的转向。这个地方注意，诸位要一定要晓得，自性里头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啊，它能现、能生、能现，念头能变，就是识能变，没有识，那就是能现、能生、能现。啊，极乐世界是能生能现，它没有变的。啊，他那边的人的时候，完全用的是真心，没有妄心，都是转识成智的，所以他们那个世界永恒不变。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德能，啊，都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学来的。啊，这是我们的老家了。啊，
这是不是到了究竟呢？没有。啊，真正回还原的时候呢，是常寂光土。常寂光土里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没有。啊，那才叫回归自性。啊，怎样才回归自性呢？因为十报土啊，虽然妄想断了，妄想习气没断。因为有妄想习气，所以才有十报庄严土。妄想习气也断了，都没有了，十报土也没有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十报庄严土也不例外。那佛经上没有说十报庄严土是例外的，没有这个话说。啊，十报土也不是真的境界，真的境界常寂光。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那五句话。那五句话讲的常寂光啊，末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从常寂光啊，到就是常寂光是能生能现啊，这个凡所有相呢，那就是从十报土啊到方便土、同居土，通通都是四圣法界是方便土。六道轮回是同居土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要晓得我们虚空也是假的，不是人，时间空间都是假的啊，在常寂光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距离那才叫真的回归自性啊！所以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给诸位说：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啊，现身的长短是众生的业感啊，众生感还在，这个相就在；众生感没有了，相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身，我是离业报身。啊，也有时间性的，有时间长短的，业报啊！啊，佛菩萨不是业报，佛菩萨是应化了，啊，应众生之感而现的这个身相，啊，不仅是现人的身相了。它能现树木花草的现象，它能现山河大地的现象，它什么现象都能现啊！所以我们看禅宗里面一些故事啊，公案，哎，有一些参禅的人啊，看到这个树木花草开悟的啊，看到鱼打芭蕉，哦，豁然开悟的。那什么呢？那是佛，就我们今天讲佛的加持啊，在那一刹那当中，那是佛他有感的，佛应现的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豁然开悟。没有一桩事情不是佛力加持啊，所以佛力加持就是自信作用啊，是自信的起用。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一点都不怀疑了。啊，所以对于佛，虽然佛现佛身来加持，我们也不会生欢喜心，也不会激动。那一激动就错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你自信弥陀，你自信变现的，不是外头的。啊，极乐世界唯心净土啊。哪里是外头，全是心得啊，自信流露。对，你懂得这个道理，永远是心平气和，永远是如如不动啊。所以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所以你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啊，不要让你对心的时候在境界起一点波浪，这就对了。
是十方称赞之诚也。这个话好懂，真诚的话了，决定没有妄语。众生本具之化矣，一尘之了矣，万善之宗门。这前面都说过，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一大藏教之至归啊，他这也说到一大藏教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说如上诸贤，所以甚赞此经者啊，这是古来的这些大德啊，赞叹这部经，说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这底下几句重要，圆满太难得了。哪一个法门能讲到究竟圆满？圆满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法门是圆满的啊！华严是圆满的，法华是圆满，但是太长了啊，不像这个经啊，这个经分量这么少，跟华严一样的圆满，跟法华一样圆满，这就难得了啊，直接。啊，讲直接了当，啊，方便，一切法门里头最方便的法门，啊，法门都叫方便，它是方便当中的方便，啊，究竟，啊，是方便帮助你成佛是究竟啊，啊，帮助你成菩萨不错了，不究竟。啊，帮助你成阿罗汉的更不究竟啊！所以今天我们叫你帮助你，转恶为善了，你变成个好人了，不究竟，要成佛才究竟，不成佛不究竟。帮助你证了等觉菩萨，像观世音一样还不究竟啊！你没成佛啊！这个法门是帮助我们究竟成佛的啊，一直超入。最极圆顿啊，极圆极顿，顿是顿着啊。他用什么方法呢？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之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这说出来。他这个一直超入最极圆融讲的是什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产生这样大的效果，谁相信？所以叫难信之法啊！佛在经上讲，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又如各罗观月，得用比喻话啊，像我们看月亮，中秋月亮啊，各个罗啊，罗是很细的沙啊，绫罗绸缎啊，那个罗啊，各着罗看月亮，还各一层。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啊，像各罗看月啊，那佛呢？佛就没有这个罗刹了，他盖了一层罗刹啊，太深了，道理太深了，可是事情太简单了啊，就这六个字就成功了啊，真心吗？真心。啊，今天向小丽就是在此地。你看黄忠昌居士，他去做试验。我说六个字行不行？我跟试试看。啊，听说古人念佛三年就能往生。他做试验，他是三十几岁，很年轻的一个人。啊，在深圳闭关，向小丽居士护持他。两个月，两年十个月，他就预知失智走了。
真的不是假的呀，这法门这么容易啊。那我们过去听谭旭老法师啊给我们做的报告，我是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福分啊，没见到老法师。我到香港来他已经往生两三年了啊，但是我从录音带上听到的啊，他在佛七里面呢讲开示啊，有一个同修拿了这一卷录音带啊，他是北方口音，我听得不太懂，我不连续不断听了30遍，大概可以听到90%啊，最后我终究找到一个北方的同修，把他这个录音带着全部写成文字啊，印成小册子，好，讲得真好。你看讲锅炉匠啊，这都他同参道友啊，都熟人呢、啊、人家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啊，锅炉匠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40多岁才出家，什么也不会啊，跟地仙老皇上的关系是小时候的玩伴，同住在一个村庄啊，找到地仙法师，他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啊，看到地仙法师做了法师出了家还很不错啊，很羡慕，要跟他出家。地仙老法师也非常慈悲，遇到这么小时候的玩伴，跟他说出家嘛要学经教，你年岁这么大你也不认识字啊，这经教看来学不成。那么当时在寺院啊，不能不学经教，那就得学金蝉佛寺。金蝉佛寺这5堂功课，看他这个笨头笨脑的，你也学不成功。这意思是，你怎么能出家？可是这个朋友呢，一定要赖住他，最后他没法子了。他说：“那我一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他说：“你说，我一切都听你。”在这么一个条件之下，他说好，给他剃度。剃度之后呢，你不必受戒了。啊，受戒那个仪规呀，你也不懂，你也受不了。在宁波的乡下，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让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啊。他说你呢在这个地方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以后准有好处。这个人呢，他的成功的秘诀没别的，老实听话真干，他就成功了。那3年你看人家念佛站着往生，那是乡下了，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呢。啊，乡下老太婆发现了，师父站着走的，啊，挺稀奇，从来没有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啊，就还有一些念佛的一些老居士，告诉他们，大家来看，看的时候派人到关中寺，啊。去报信啊，报这个地仙老和尚。老和尚听到这个信就赶紧啊去看他，一往也来3天走路啊。啊，看到这个样子，地仙老和尚很欢喜啊，赞叹呐、啊、你没有白出家了，你不错啊，啊你这个样子
他赞叹说：“这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这丛林里面方丈啊，主席也不如你啊，你真不错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你看念了三年，多殊胜呢？这都是眼前的事情啊，这是不远的。啊，我前面给大家讲的这个台南将军乡那个老太太，也是念佛三年站着走的。你看这种赞叹，丝毫不是虚假了。问题都真干才行啊！啊，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得想住，净宗是大臣。不是小臣啊，大臣人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自己成就了，没有教化众生的缘分，可以做这种事情。如果有教化众生的缘分，你就和他多住几年吧。多住几年不爱死吗？你这个功夫到家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啊，所以要想到啊，一切诸佛如来，尤其想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愿望是什么？普度十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那我们懂得阿弥陀佛的意思啊，我们也让阿弥陀佛欢喜，怎么多带一些人去嘛，你带的越多越好嘛，啊，这是好事情啊，所以不可以当小臣自了汉啊，自己成就了赶快就走啊，那是不对的啊。那郭罗匠为什么马上就走了？郭罗匠走有他的道理，是信他那叫做正传啊，黄忠昌居士也是实现给我们念佛人做个证明。我在香港讲经，我们这里距离很近，他天天听我的光碟啊。我这个地方是劝转，试转劝转，他在那里做正传。啊，证明经上讲的不是假的啊，这事情是真的啊，决定在一生当中，而且短短三年当中，你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就能超越十法界。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能做到啊？只有这个法门呐、啊！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认清楚啊！啊，圆满、直接、方便、就近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这个法门是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啊，最可靠，而且又最快速。啊，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东西放下。凡是不能往生，原因就是这一桩。你还贪念这个世界，你还想继续搞六道轮回，那就没法子了。啊，阿弥陀佛不能把你拉去。啊，你舍不得这个世间，阿弥陀佛点点头就走了，等下次再来。什么时候你全放下了，阿弥陀佛就来了。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哦，
时间到了，我没看到。好，那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好，谢谢大家。